单元十三，节日。图片一，这是什么表演？这是烟火表演。这是白天还是晚上？这是晚上。你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烟火表演？在新年还是复活节？我可以在新年看到烟火表演。图片二，这些表演者在表演什么？他们在表演舞龙。这里是不是很热闹？是。人们在庆祝哪个节日？他们在庆祝农历新年。图片三，这个是新月还是满月？这个是满月。除了月亮和星星以外，你看见什么？我看见一个花灯。小孩子会在哪个节日玩花灯？他们会在中秋节玩花灯。